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洪宽。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我的枣树，终于看到，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枣树红了。我们小的时候在山东啊，一看到这个枣半屁股红了，这就可以吃了。非常好。我这个品种呢不是特别好，是前几年从这个新疆引进的，号称是新疆枣。因为新疆枣在这边的这个超市里，那个干枣卖的特别贵，大概10块钱一磅吧，觉得是个好东西。结果引种之后呢，不是很满意，就是没有那么甜，没有咱们买到的那个新疆枣的那个肉质那么浓啊，所以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种了。我正在转化啊，把决定放弃这个品种，改成我们山东老家烙岭小枣，这个那个更好啊，尤其生吃特别好。这个新疆枣个头有点大，小孩嘴里都放不进去，大人一口还可以咬一个，有的时候有乒乓球那么大。这个插个广告啊，我还有一棵这个新疆的枣树啊，这个谁想要的话呢，大概有2-3尺高吧，在盆里，谁想要的话呢，可以找我联系。这个本来是给某一个人的，这个人最近呢拉黑了我，而且在网上疯狂的攻击郭文贵啊，这教授决定不给他了啊，卖了他啊，要价250啊，主要是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250，只剩一颗了预购从速啊。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水果的事儿哈，这个我最近在这个推特上试验卖这个美国的野生的泡泡这个果，这个响应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啊，比我想象的这个要热烈多，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主要是这个产量还是太低啊，这个明年会认真的做，会大量的做，而且专业化一些啊，我就不用操这么的心了，这几天把我累坏了啊，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很有价值啊，有个别人啊试图在这上面批评我什么的，我这批评的都不对，他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我呢是想让华人介入，让中国人进来开发这个果子啊，这个果是上帝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这个物种非常好，也是几千几万年啊，经过了印第安人的这个辛勤的这个筛选吧，是一个好东西啊，口感非常好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运输太麻烦了，就是它熟了之后烂得太快。那么这个现有的用什么做这个冷冻啊，冷藏了之后啊，结冰之后冻了之后口感就不对了啊，我试验过。其他的大概有一些科学家也在实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啊，你比如说过去咱们这个民间做这个果冻哈，有些水果做果冻非常好，你比如说这个梨或者苹果要烂的话呢，你把它做成果冻啊，就是切成小碎块，然后加点糖，开水煮成粥一样的，然后把它凝结下来啊，那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而且可以长久保存，味道比原来的这个苹果还更好了。但是绝大多数水果，你注意啊，这是个规律，绝大多数80%以上的水果啊，你水煮了之后它味儿就变了，原来的那个鲜水果的味儿也就不对了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很复杂，涉及到很复杂的化学知识啊，不深谈了。那么冷冻也是这个问题，有的水果冷冻，你比如说像榴莲，冷冻之后还是榴莲的味儿，基本上不变。那么绝大多数90%以上的水果冷冻了之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你弄个香蕉，你冻一下你看看，它冻出来它不是那个东西。但是我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尤其是中国果农的这个智慧是能解决问题的啊。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热心的想找一些热心人啊，家里有土地的啊，种这个泡泡啊，以后我们以现在的通讯方式啊，我们可以把中国人培养果树的智慧把它加进去，能够给美国做一个贡献，就是把它培育成一个家常的啊，人人都可以在超市买到的这么一个水果。我在我的眼里面，这个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任务是能做到的，只是需要更多人介入，我一个人这个办不到
啊，这个所以呼吁大家，那个家里啊有地的种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地呢，你赶快买地啊！我告诉你啊，现在美国的地这么便宜啊，就是它经济不太好嘛，那个好多农村的地基本上都是跟白捡的一样，几万块钱就买好几亩、好几十亩，甚至几百亩，把它买下来啊，以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不瞒你说，我的好多朋友啊，同学也好，老朋友也好，有时候几年不见面，一聊和一唠，说家里已经有地了，好多都是好几十亩地在家里。所以啊，中国人热爱土地，因为我们的土地所有权被共产党给粗断的剥夺了，尤其我们的父辈啊，我们的父辈，我们爷爷，像我父亲、我爷爷那一辈，土地被剥夺了啊，现在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独家拥有的一个极其畸形的那么一个状态，那是中国大陆。我们在美国可以不管它，我们可以享受美国的这个土地拥有的自由，然后做长远投资，做个10年20年的投资，长线投资一定会有巨大的回报的啊！这是对你，不仅仅是对你自己的家人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而且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个我一直鼓励我认识的朋友啊，买地，想办法买地啊，这个重要的话说三遍啊，买地买地买地，今天的这是关键词之一。另外一个关键词呢，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苹果的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这个，我忘了那个作者写了一本书哈，就是世界上有三个东西是非常疯狂的，一个是土豆，一个是郁金香，一个是苹果。有人写了一本书啊，好像是说食物的疯狂还是什么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苹果的故事是这样的哈，苹果不是咱们中国人发明的。那么你有人狡辩啊，说什么什么一个古书里边也吃过海棠嘛，因为海棠跟苹果就很接近了啊，或者是苹果另外一个写法，这个不对。因为这个旧世界的苹果呀都不好吃啊，苹果的原生地在咱们新疆西边那一带，西游记写到的那个苹果沟啊，苹果没人收啊，沿着山坡滚到沟底，然后发酵了之后啊，人走到那儿啊，就闻了那个味儿，闻了酒味就醉倒了，这是确实是出自那个地方。但是传到中原的时候呢，品种退化了啊，咱们现在中国能吃到的苹果，管你是什么烟台苹果什么的啊，这个那个的，全部都是当代的，也就是两三百年美国人民创造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苹果呀，老世界的苹果呀都不好吃。早年欧洲人啊移民到美洲的时候啊，他们离开欧洲的时候，也有人带个苹果苗过来，在美洲种的时候呢都没怎么长下来。那么当然也有人带着苹果，那个苹果呢当水果吃，以今天的标准都没人吃它，不行。第一代美国的国父们，像这个华盛顿他们那个时候的苹果呀，把它榨了汁儿，然后再发酵一下，是有点有啤酒的那个酒精度啊，当饮料喝啊，是这么。水果是不行啊，不行。这个水果现在苹果是怎么来的呢？是就是富兰克林那一代同时代人，美国的果农在这个欧洲带来的这个老世界的这个苹果籽儿的基础上，从籽儿种起，从籽儿种啊，从那个苹果吃过的核剩下那个籽儿种到地下，重新长棵苗了。你比如说哈，这个是个非常难的工作，你种一万个种子，一万粒种子，苹果种，可能能出那么几颗那个苹果还不错的啊，大部分那个都是非常难吃的，不能吃，就是原生的那个苹果。那么好吃的那个呢，这几个品种像什么Red Delicious, Golden Delicious, 这几个好的品种啊，都是这些人在美国某一个地方纯粹是幸运啊，从种子种起偶然发现的。发现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建了邮局了啊，这可以全国各地交流，这个就加快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从原旧世界带来的这个苹果种子让它重新发芽就像大海捞针一般捞出这么几个好的品种啊，这个是然后通过嫁接的办法把它流传开的。嫁接的办法就是咱们中国古人，咱们的先祖啊，中国古人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嫁接就是通过不好把不好吃的那个苹果呢给它改造成一个好吃的，
啊，我这个枣树刚才给你展示的啊，啊，这也是嫁接过的，就是说这个质量是绝对保证的，确实是在新疆的那个在这个新疆就是用新疆的那个枝条嫁接的，它就是新疆的那个种，只是说咱们这儿华盛顿这个气候条件不行，而同样这个树你把它这个移植到新疆，再去长，它就很好了。所以说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咱们这个泡泡果也是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种子，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呢，长出来之后未必是很好吃的果，果不一定好吃，也可能就不结果，也可能就不结果。那么也可能你运气特别好，哎呦，那一果特别好，而且个头也特别好，颜色也好，味道也特别好，还能像香蕉一样储运时间长一点，那就是一下解决问题了嘛。那么咱们这个要是有一个人的网络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新的品种，最好的品种把它传播开。咱们给它取个名啊，这个品种叫山东啊，山东一号，那个叫河北二号，那个叫河南三号。咱们全中国的这个3000个县委书记就起这个传递好东西的这么一个网络作用啊，这个党有什么好处啊？除去政治斗争之外，传播人类文明，传播优秀的品种啊，动植物啊，都可以传播，这都是好事儿啊。所以说是这个人一定要介入进来啊，一两个人干不了好的事儿。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苹果哈，是美国人民美国的这个第一代第二代很早的那些移民对人类的一个贡献。现在这个老世界的苹果已经没人种了，种的全部都是从美洲传出去的新品种啊，就是从这个种子这个提取出来的。那么当时说一个典故哈，在美国建国的早期，美国特别需要法国的支持，所以曾经派富兰克林做美国驻法国大使。富兰克林起身的时候啊，还从纽约郊区的法拉盛，就是现在华人聚集区法拉盛Main Street 的边上有一个王子街上有一家苗圃从那儿带了一些苹果苗带到法国去，就是要跟法国人显摆显摆，你看我们美国也不是都落后啊，对吧，你看我们的苹果培育出来就很好吃啊。所以说这是富兰克林把这个美国的新品种苹果又带到了旧世界，带到了欧洲去。说一些梨树是谁发明的？是中国人啊，梨树是咱们中国人栽培出来的。我家有好几种梨啊，各种好吃的梨我这都有。谁想种梨树的找我啊，找我啊。梨树《三国演义》里边当时东吴不是把关公走麦城关公那个被抓了，关公杀了吗？砍了关公的头，他们觉得这事惹大了，不能把刘备给得罪了，就把这个人头啊送到了魏国，送到了曹操那儿，就希望把这个关公之死嫁祸给曹操。曹操呢打开那个关公的那个人装人头的盒子一看，关公那个眼睛还跟他翻白眼儿，把他给吓坏了，一下吓病了一病不起。病了之后呢，医生给他看病就说是他说他脑子有问题一病不起。后来是因为这个死的，他死之前其实正在盖宫殿，当时盖宫殿他还受了另外一惊刚才看了关公的这个扎眼人头扎眼吓了一惊。另外一惊就是他选了他要盖宫殿选了一个梁，这个梁呢是一个大梨树一米粗直径大梨树这个梨树呢，当时砍这个梨树，有人说不能砍，这个梨树已经成精了。曹操不信邪拿着斧子就砍，啪一砍，结果那个梨树破了之后从皮里冒出来那个汁是红色的血，把曹操给吓得差点没吓死。那这就是涉及到《三国演义》里记得很清楚，就说明梨树中国人自古就培育它是中国人对人类的一贡献。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洪宽。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我的枣树，终于看到，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枣树红了。我们小的时候在山东啊，一看到这个枣半屁股红了，这就可以吃了。非常好。我这个品种呢不是特别好，是前几年从这个新疆引进的，号称是新疆枣。因为新疆枣在这边的这个超市里，那个干枣卖的特别贵，大概10块钱一磅吧，觉得是个好东西。结果引种之后呢，不是很满意，就是没有那么甜，没有咱们买到的那个新疆枣的那个肉质那么。明年会认真的做，会大量的做，而且专业化一些。我就不用操这么的心了，这几天把我累坏了。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很有价值。有个别人啊试图在这事儿上批评我什么的，我这批评的都不对，他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我呢是想让华人介入，让中国人进来，来开发这个果子啊。这个果是上帝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这个物种非常好，也是几千几万年啊，经过了印第安人的这个辛勤的这个筛选吧，是一个好东西啊，口感非常好，但是呢，它的这个运输太麻烦了，就是它熟了之后烂得太快。那么这个现有的用什么做这个做这个冷冻啊，冷藏了之后啊，结冰之后冻了之后，口感就不对了啊。我试验过，其他的大概有一些科学家也在实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啊？你比如说过去咱们这个民间做这个果冻哈。有些水果做果冻非常好，你比如说这个梨或者苹果要烂的话呢，你把它做成果冻啊，就是切成小碎块，然后加点糖，开水煮成粥一样的，然后把它凝结下来啊，那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东西，而且可以长久保存，味道比原来的这个苹果还更好了。但是绝大多数水果，你注意啊，这是个规律，绝大多数80%以上的水果啊，你水煮了之后它味儿就变了，原来的那个鲜水果的味儿也就不对了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很复杂，涉及到很复杂的化学知识啊，不深谈了。那么冷冻也是这个问题，有的水果冷冻，你比如像榴莲，冷冻之后还是榴莲的味儿，基本上不变。那么绝大多数90%以上的水果冷冻了之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你弄个香蕉，你冻一下你看看，它冻出来它不是那个东西。但是我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尤其是中国果农的这个智慧是能解决问题的啊。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热心的想找一些热心人啊，家里有土地的啊，种这个pawpaw啊。以后我们以现在的通讯方式啊，我们可以把中国人培养果树的智慧把它加进去，能够给美国做一个贡献，就是把它培育成一个家常的啊，人人都可以在超市买到的这么一个水果。我的眼里面，这个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任务是能做到的，只是需要更多人介入，我一个人这个办不到啊。这个所以呼吁大家，那个家里啊有地的种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地呢，你赶快买地啊，那么浓啊。所以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种了，我正在转化啊，把决定放弃这个品种，改成我们山东老家烙岭小枣，这个那个更好啊，尤其生吃特别好。这个新疆枣个头有点大，小孩嘴里都放不进去，大人一口还可以咬一个，有的时候有乒乓球那么大。这个插个广告啊，我还有一颗这个新疆的枣树啊，这个谁想要的话呢，大概有2-3尺高吧，在盆里，谁想要的话呢可以找我联系。这个本来是给某一个人的，这个人最近呢拉黑了我，而且在网上疯狂的攻击郭文贵啊，这教授决定不给他了啊，卖了他啊，要价250啊，主要是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250只剩一颗了预购从速啊。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水果的事儿哈。这个我最近在这个推特上试验卖这个美国的野生的 TOTO 这个泡泡这个果，这个响应程度超出我的想象
啊，比我想象的这个要热烈多。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状态，主要是这个产量还是太低啊。这个米啊，我告诉你啊，现在美国的地这么便宜啊，就是它经济不太好嘛。那个好多农村的地基本上都是跟白捡的一样，几万块钱就买好几亩、好几十亩，甚至几百亩，把它买下来啊，以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不瞒你说，我的好多朋友啊，同学也好，老朋友也好，有时候几年不见面，一聊和一唠，说家里已经有地了，好多都是好几十亩地在家里。所以啊，中国人热爱土地，因为我们的土地所有权被共产党给粗断的剥夺了，尤其我们的父辈啊，我们的父辈，我们爷爷，像我父亲、我爷爷那一辈，土地被剥夺了啊，现在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独家拥有的一个极其畸形的那么一个状态，那是中国大陆。我们在美国可以不管它，我们可以享受美国的这个土地拥有的自由，然后做长远投资，做个十年二十年的投资，长线投资一定会有巨大的回报的啊！这是对你，不仅仅是对你自己的家人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而且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个我一直鼓励我认识的朋友啊，买地，想办法买地啊！这个重要的话说三遍啊，买地，买地，买地！今天的这是关键词之一。另外一个关键词呢，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苹果的故事啊，不知道大。